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今天游玩的游戏是斩妖行，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大师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有直播过这款游戏？那时隔一年，他们又推出了另外一个主角的故事线哈，两个故事线是同一个时间，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这个叫做夏，这是夏吗？看不夏楼雪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这是个女生的半妖的故事哈。好，那因为大师玩这种游戏呢，实在是非常的不行，所以我们玩那个最普通的模式哈，就是人间就好了。还有三个模式啊，如果大家是很强的那个玩家，请选炼狱哈。啊，像我这种小废废啊，我们选人间就好了。我们先体验故事哈。走吧，那就我配吧。前路似乎守卫森严，我还是在找找别的出路。哎呦哎呦，要跳那么高啊！灵韵残片，它字有点小。OK。阿雪，快看！傅龙玉到手了，我们快走。哥，我还是觉得不妥。都这时候了，我在前面开路，你快跟上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这下动静大了，我还是赶紧跟哥哥冲出去的好。哥哥应该顺利突围，我得抓紧与其会合。魁王的爪牙在到处找我们，分开走，去舅舅那里会合。别急，把你也一道抓回去。
要说地府，哥哥，嘿嘿，傅龙玉腹有剧毒，他命不久矣。说，怎么才能救我哥？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大王，傅龙玉已经夺回，阿雪，快跑！哥，你要不要紧？都抓起来！狐狸，你别插手此事。舅舅，哼，难怪两个乳臭未干的半妖也敢来寡人的地盘撒野。误会，两个孩子年少无知，多有冒犯，魁王大度，亲让本座代为赔罪。你要怎么赔罪？这颗定神珠封存了我陈瑶之后一甲子的修为，求魁王网开一面，本座保证他们绝不再犯。你还真舍得！你们两个还不快道歉！晚辈无知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魁王恕罪。狐狸，寡人今天就给你个面子。不过这小子身上的毒，你们得自己想办法。多谢魁王大度。舅舅，回去再说。这毒实在了得，在下只能减缓毒性蔓延，暂时保他性命。可有何建议？凭你的法力，应该还能支撑他数月，不妨再寻他法吧。那哥哥什么时候能醒来？此毒不解，恐怕醒不过来。在下先告辞了。先生辛苦了。哥，舅舅，阿雪，我这是……我把你的元神取出来了，先说说。你们为什么要擅闯魁王府？傅龙玉可以铸蛇化龙，想来也能铸我们化作全妖，所以……胡闹！孩儿们知错了。我的法力还能为阿琴支撑半年，你尽快出发，去巫山的黄仙村找莫老。他可以救哥哥。若他不能，其他恐怕更不能。阔别多年，也不知如今是否无恙。此行期间为把阿琴稳固，需在沿途庙宇神庵寻得安灵舍利来加持元神。这安灵舍利为何物？此物为人类上古传下的舍利子，较为稀有。我知人类的一些富庶显贵人家和年代久远的庙宇存有此物。据我所知，
去黄仙村的必经之路上有慈宁庵、静隐寺，应可以寻得，到时可借来施锁灵咒一用。不然阿琴的元神有破散之险，我准备一件信物，到时他看了自会帮忙。今晚让会收拾一下行囊，明早便启程吧。我也一起去，让我依附在你身上。嗯，也好，此去路途遥远，多一双眼睛互相照应也更稳妥一些。你们半人半妖，于世间人类和妖魔所不容，离了明州城没有我的庇护，要多加小心。舅舅放心，我会照看好阿雪的。前面应该是慈宁庵了。嗯，这就是慈宁庵了。舅舅信息有误，这慈宁庵看似早已破败，看来为兄要破散在这求生路上了。休要说丧气话，带我进去一看。是送亲队伍。那是仙娘子，她好像在哭，我去看看。很厉害，是嫌咱们脚程太慢吗？当然不是。哎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跑来接这趟活了？不是林府的千金嫁去尚书府吗？我知道啊。尚书府的公子不久前病故了，看见那媒婆没有？那是鬼媒婆。这是冥婚呐，怪不得出价那么高，我还说林府就是阔绰呢。林府早就不行了，要不然能把好好的千金配阴婚吗？就是指着尚书府帮衬呐。新娘子在里面休息，外人不太方便入内，还请姑娘包涵。我就想看看新娘子，就看一眼。这新娘子不方便见外人，让她过来吧。以后，我叫夏侯雪，你就是新娘子？嗯，我叫林婉惜。夏侯妹妹，这是一个人赶路？不，是。兄长病重，我此次出门是为他求药。妹妹生的水灵可爱，却小小年纪背负重担，真叫人心疼。不用心疼，我一路游山玩水，好不开心呢。可不是，为兄破散之事都忘了。这一路你就在催，我现在便找。别找了，我也找了个遍，除了断壁残垣什么都没有。那可如何是好？没有安灵设立，极有可能没到黄仙村你就有破散之险。妹妹为何自言自语？啊，没事。妹妹此去求药，怕是碰到了困难。方才听闻安灵设立，正巧我今日嫁妆中带着，你若有用便拿去吧。这不，这块是小了些，总比没有强。阿雪，稳固我的元神要紧。若但眼观劳独梦，宝钗何日不生辰，此物与我已没用处，妹妹拿去兴许还能派上用场。那便多谢了，但我舅舅说过受人恩惠便要报答，我想不出有什么能为你做的，实在是受之有愧。真懂事，你认我做姐姐吧，以后我独守空房，心里有个牵挂，不至于太孤寂。哎，别哭，我认你这个姐姐便是。好妹妹，这个舍利倒是见面礼吧，让姐姐为你兄长尽一份心意，以后也见不到妹妹了。
好。姐姐放心，那什么尚书府，我悬着味道也能找去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又不是狗鼻子，哪能寻着味道？小姐，雨停了，上轿吧。好。妹妹只身在外，要保重。姐姐要走了。嗯，姐姐保重。嗯，有妖气。有妖怪！快逃啊！姐姐且宽心，我这就出去看看。听说妖怪嗜血成性，妹妹还是待在此处为好。妹妹，我降妖除魔的本事还是略知一二。姐姐勿念，我去去就回。你这小妖在此鬼鬼祟祟的，意欲何为？大王叫我来寻人肉，你莫管闲事儿。那两个轿夫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别碍着老子禀告大王有人肉吃。哼，那你可得问问我手中的兵刃了。哪儿来的半妖妮子？胆敢在我们黑将军的地盘上撒野？嘴硬，还有遗言要说吗？女侠刀下留情，女侠高抬贵手啊！小的乃此处黑将军座下小钻风，万事和为贵，打架只动嘴，一场恩仇一场梦，梦里恩仇不当真。冤家本是同林鸟，笨妖妖怪，大家好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呐。想不到竟然有这种选择。唉，段霄烈说过，你只要为恶，就终身都有可能为恶。但是我放过他，他如果去杀新娘子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放过小战风，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悔改呢？我不知道，万一他走了回去杀我姐姐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办啊？要不要放过他啊？这一次且放你一马，不许通风报信，滚吧。此处有个妖怪唤作黑将军，想必是为祸一方的大妖，我等还是尽快离开为妙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那些轿夫见到妖怪就脚底抹油开溜，没了轿子，新娘子可怎么嫁人呢？没了礼数了，哎呀！黑将军在此祸乱一方，这逃跑的两人也就自求多福了。这话本不该提，这送亲仪式本就因我府而起，他们随我此行，却要置于危险中而不知。能否施以援手，帮我去找回他们？也罢，姐姐托付，我去便是。晚了一步，此处应该小妖地窖，没想到这轿夫的尸身就被藏匿于此。这山中恶妖数竟然如此之多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还是尽快去找另一个轿夫吧。哦，死掉了。Come on.
这山中妖怪凶残异常，那两位教父已经罹难，请姐姐节哀。唉，是我连累了他，姐姐莫要自责，我看还是先护送姐姐离开此处吧。唉，也罢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在哪儿？他们往深山里跑了。黑将军说了，谁拿住他们，今晚多分他一块吃。嗯，已好久都没有吃到新鲜可口的人肉了。哦，这也有人。妖怪闻到人味儿，都来了胃口，继续进山恐怕会很凶险。如此更要快点追上他们。滚开，别来坏事。蠢货，这是半妖，一起抓过去。等着，黑将军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位姑娘也在寻人肉吃吗？小心，此人灵力强盛，且已察觉你的妖气。我在找一位姑娘，她被犬妖抓进山里来了，阁下可有撞见？没有，此山林茂密繁复，若无指引，莫说找人，连离开都难。姑娘能追到此处，实在不容小觑啊。快走，他可能是斩妖人，不要招惹他。兄弟不必惊慌，二位既然不是来找在下麻烦的，在下也不会为难二位。不打扰了，告辞。Thank you.
这次又打不好了，我抓不到他的攻击规律。之前那个我放走他，放走了这个，他能帮我吗？他还是他要害我？好了好了，跟他走，走密道吗？哦 ，OK， 看起来是帮他是对的。说，有个半妖来坏我的事，就是你吗？把他放了，以免徒增伤亡。口气不小。妹妹快跑！待会儿让你活着下锅，到时听听你求饶的口气。来吧。离我好远啊，过来一点啊。舍利经落在这厮手里，此番得来也是机缘。阿雪，我们走。小贼，夺了本大王的宝贝！快追，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！
令千金与我家犬子定娃娃亲，如何？此乃小民福分，做了尚书就行。家里不景气，不敢再独自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尚书家公子离了，好人却要把你嫁过去。嫁与都已经收了，要是孝顺，就老老实实嫁。阿毛，没有我照顾你，你还要开开心心。爱愁。高堂花前驱逐利，一拳分明啊，正万金。这是犬妖想让我们知道的吗？这是他的元神残渣，包含了他的执念，看来他距离形神俱灭不远了。妹妹果然不是一般人，别担心，这是阿毛，他不会伤害我。林姐姐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和阿毛去远方投奔一位故友，但是也许我还是应该回去。那你想回去吗？不，但我不回去，我家恐怕连狗都比他们有人情味，何必为他们着想。那人跟来了。在下唐明，受林府所托前来诛杀犬妖，带小姐回去。你不伤害阿毛，我就跟你回去。林小姐只管随我来。阿毛，别再跟来了，以后你要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拿人钱财，消灾不住。就凭你，啊！你这个王八蛋！火爆符。安葬了阿毛之后，林婉兮独自前往远方去投奔故友，二人惜别。